社群平台拥有百万粉丝追踪的高人气网红蔡阿嘎，凭借幽默搞笑的风格打开知名度，不时会发文分享生活大小事的他，最近透露台湾目前竟然还可以买到10元的珍珠奶茶，让他觉得超惊讶。他发文写道：“亲眼见证，不可思议，苗栗还真的有10元的珍奶，而且还蛮好喝的。”他表示，店家老板跟他说：“我没请小姐啦，自己做薄利多销。”对于只要10元就可以买到珍珠奶茶，让蔡阿嘎忍不住直呼喝到想哭啊！贴文一出，大批粉丝也惊呆了，不少买过这家珍奶的网友纷纷表示，这家位在苗栗的店家，珍奶真的便宜又好喝啊。